下一首。周深。S.H.E 波斯猫。恭喜。我还是 S.H.E 的粉丝呢，气死我了。猫眯着他的双眼，波斯猫踮着他的脚。我的妈呀，你们俩会跳？快站出来！一转眼却又看不见。我们这个就固定时间三分钟放的歌，你们猜对的数量多的啊，比谁猜的多。真对，太难了吧。雷子森拉的 gentlemen， 他们本来是一对双胞胎，没有，现在两位兄弟站上了擂台，用一曲波斯猫征服大家。天哪，比谁猜的多。如果你这把赢了，我就在微博上澄清，你跟吴彤，谣就是你造的，你早该给我澄清了。我造谣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在微博上承认，假的你要承认，好不好？承认吗？那我偷袭了。我以前我一直都在偷袭，你这真的说会打偷袭。准备，对，举手回答啊。我有点紧张，开始，加油。他听前奏厉害，我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这已经出登场了啦！黄豆王妃，答对。嗨，你敢？我必须要听到词儿，我必须。咱们下次从词儿放。来，下一首。你这。一股看来。戏曲你听过吗？哦，是戏曲吗？霸王。霸王别姬。也是不用这么考两位歌神吧？太恐怖了吧！两位歌神都安静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听。我知道。《霸王别姬》不是。杨迪。李宗盛、林忆莲的那个歌。对。什么歌？往事。不是往事，只能回味。继续放。我竟然知道。我想往有往事。杨迪。演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错！接着放，来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就是当爱已成往事，张国荣吗？对。翻唱，这是张国荣的声音啊。为什么不放李宗盛和林忆莲？他们俩也唱过，是不是？这首歌最先是谁唱的？对，就是他们俩。是李宗盛、林，你们老放后面唱的。那个《达拉崩吧》也是洛天依的歌，是不是？我都答出原唱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他放的是那个版本啊。来，下一首。广岛之恋谁的？莫文蔚、张洪亮，答对。是耶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也是这个心情。太可怕了。说喜欢离别，多来这种两人合唱对唱歌曲。你为什么对对唱歌曲那么熟？我的父母很爱在家里对唱。下一首。Selina 王力宏，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不 ，Selina， 我对了，我对了 ，Selina 任嘉萱，错，王力宏 ，Selina 王力宏，不是我心中的一首歌。我在说 Selina 的中文名任嘉萱，我还没答完呢，你干嘛说我错啊？我求你们了，这些歌我都知道。来，答对。3-1啊！他也是急于撇清你们俩的同学关系。我承认我偷题了，但是吴彤每次硬塞给我，我说我不要，他说我要在节目里呈现你那种错了。好了，哥，没这事。下一首，气死我了。杨迪，原来你只能赢我们。杨迪，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，还有一个人，那个黄品源，错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天哪，要命了！周深，只有阿牛吧？浪花一朵朵，错。
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、光良，对，耶，战略。杨迪狠呐，杨迪太刁钻了，陈列。不是，出一点，出一点，巨难的，巨难的，特别特别难，特别特别冷门的。你倒是看得很开心啊，出那么冷门的。来，下一首。哇，这是太难了吧？周深，周深，不行不行，周深，都知道都知道，比谁说的多。比谁说的多？我来，我说的多。你说的不多，我说的多。周深来，北京欢迎你，北京欢迎你，群星。答对。哎，哎，这太牛了！我知道这是北京欢迎你，但是人家用智慧摇，人家说了群星。第一个是那个门打开，一个小姑娘。带来全新空气，要是韩红啊，不是韩红，张小然后孙燕姿，不是娜姐，你没有一个来猜唱，拥抱过孙燕姿，算了，不来，谢谢了，4-2，这个4-2了，还有两道题啊，还有两道题，我还猜，不是杨迪刚才那一道。都不相当于3道吗？就是，那我群星可以算50多道哦。算了算了，群星。成龙大哥出现几次？群星。成龙大哥在哪儿唱的 ？M 拍的 MV。好了，杨。长传。北京欢迎你，欢迎你开天辟地。杨迪，输了要认，输认。来，下一首啊，来。看一下我，吴彤眼睛一直看着周深，就看他举没举手，是吧？周深，哎，为什么呢？他先举的，啊，杨迪先举的是吧？啊，杨迪，你俩看到了吗，观众朋友们？这就是我的大学同伴。为什么要避嫌？有什么好避嫌的？有什么好避的？我是菜苗的，又不是有实力的。这个菜给掀了，重点。你答。来换一个哈。你答。换一首歌，我就要答这首歌。而且我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，你毕业于浙江，算了，不说浙江传媒大学，根本不是大学同学。对，后来成人教育的时候，函授，两个函授班，流星雨 F4，都有谁？言承旭、朱孝天，哎，是不是？是流星雨。坐实了，我要击鼓鸣冤。特别针对你呀，我感觉又针对我，说啥特别呀？算我一分，流星雨 F4，算你4-3，赛点了，赛点，抽一下了啊！有可能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大平。你们都看着点，梧桐的眼睛不作数的，你们所有人都看着点，来，看着。铁血丹心，周深，杨迪，杨迪，谢谢，杨迪，是周深，周深连举带蹦的，你看他现在就问答案呢，你快点举手，杨迪，你快举手，小杨哥作弊了，铁血丹心，罗文珍，你作弊，我柯震恶的歌我还是不知道，打平，算你打平。我磕着我江南七怪杨过，来最后一道题啊，4-4，谁答对了谁就赢了。我要吃酿菜。我吧，杨迪，想见你。错，想。周深。831的想见你。想见你。哎呦，哎，厉害了。他名字有3个想见你。太厉害了。哇。快走。
接下来我们不比划啊，下一组周深啊，你和双胞胎吧，杨迪，我说你猜 ，Twins 加油 ，Twins。想胜杀人，逃兵，我输在杀心什么？想胜。小平魔术杂技啊，曲苑杂谈。这太难了。几个字？二三四。呱呱呱！这么多？看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字，十三十三十三啊！洛天依，洛天依，大喇蹦吧版的美丽不多比鲁翁，大喇蹦吧版的美丽不多比鲁翁，哇，太牛了！看我，看我，几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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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侗族大哥，呀，对面对了，这么厉害呀？双胞胎嘛，心有灵犀，他俩。梧桐，梧桐，换汤不换药，换汤不换药。肉体王，对，黑幕，黑幕，对，哎，啊，传声筒，传声筒，一二三四五六。蜥蜴，杨迪模仿蜥蜴，唐僧肉在哪里钻？动物世界，鲶鱼精，鲶鱼，鲶鱼，鲶鱼精，西游记，鲶鱼精，蛤蟆精，鲶鱼，鲶鱼，鲶鱼精，金星。两个鲶，两个鲶鱼精啊！什么东西？嗯，老大，这个唐僧肉；老二，这个唐僧肉。过过过！嗯，鲶鱼精。蚊子，嗯，不能演啊，不能演，不能演了。夏天，夏天，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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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让我养？我要他死了。你想死？要他活不了。什么？过。一二三。四五五个字 ，I want you, I want you, 韩光君 ，I want you, 韩光君啊，啪 ，I want you, 啊啊，情情深深雨蒙蒙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I want you, I me me me, 呸呸呸，那英那英那英，贾玲那英贾玲，庾澄庆。有长进，华少华少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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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吃饭之前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决定大家能不能吃到你手中的八道菜。我们这个游戏叫传鸿运，上道具。哇哦，那个我知道那个。
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题目，然后每一对 CP 都要迅速答对这道题目，才可以把这个传给下一对。OK。两个人答一道题，在谁那儿爆炸了，谁就撤掉一道菜给春游少年吃。第一轮默契问答，我们提出问题，两个人依次回答，只要回答一致就可以传给下一个人。夏天还是冬天？夏天。哇。球鞋还是高跟鞋？球鞋。苹果还是梨？苹果。呵呵还是哈哈？哈哈。你看都哈出来了。短裤还是短裙？短裤。大城市还是小县城？小县城。小县城。不是不是。颜值还是才华？颜值。我的天。颜值还是才华？颜值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大波浪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大波浪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黑长直。我们第一期的飞行嘉宾是谁？沙溢。哎呦哎呦，杨迪和周深谁比较帅？周深。肚子疼还是头疼？头疼。说一下周深的歌曲。不知道。如果是不是 A 和 B 的选项，我们统一说不知道。杨迪和周深，说一下周深的歌曲。不知道。周深的歌曲，不知道。掐人中，说一首周深的歌曲，不知道。掐人中，掐人中，我知道。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单眼皮。那快快搞！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作弊！再来。作弊！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60秒的哪一秒？3秒。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你看他俩都不在一起。炸了！3号桌开红运了。谢谢你啊我。好，请3号桌杨迪拿出一道菜给春游少年吃。把这个肯定不愿意要的。这个歌菌干，周深不吃，我爱吃。而且这还有。迪哥，迪哥好大方。一会儿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把桌上所有的蘑菇都给他吃，来把最好吃的生态蘑菇都给你们吃，让你们变成马里奥。第二轮的题目是这样的，请说出娱乐圈里的情侣的名字，两个人必须各回答一个名字，才可以传给下一个人。啊，那我。3、2、1，袁弘。啊，张歆艺。对。你说一个我知道的。蒋勤勤。你别看我，我们不能作弊。那是谁？张杰谢。张杰谢娜。那个。你说一个我知道的。那个谢娜。张杰。什么？什么？贾勤勤。弟，对不起。这个。张杰谢娜是我们俩准备的。谁比较当当红的？当红的。好，秦昊。伊能静。狼王，吉娜，啊，这么硬，姐，什么？沙溢，吴可，汪小菲，来，蔡少芬，张晋，那个，巩汉林，他，哎呀，算算，我再换一个，那个，说一个我知道的，潘长江。不行，等一下。结婚了的，结婚了的，你给我来一个，你也没人了是不是？报了，还不报？报。袁咏仪。啊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啊，3个字。啊。我的锅开了。张智霖。大了。耶。张智霖。我记不起。巩汉林老师的太太金珠。想不出他的名字。为什么又是我们啊？周深。恭喜3号桌又开红运了！这些就是鼓励的话，像在讽刺人一样。手剪香菇，我们就不想用了。而且一会儿你们会收到3份手剪香菇。别呀，万一都是咱们俩卡住呢？新的这个只有1分钟哦，就会炸。还是这个问题啊？还是这个问题。开始。赵丽颖。冯绍峰。赵丽颖。说完了，你公然偷啊！章子怡，冯
端锅子算不上，谈过恋爱的董翰林，分手我只知道董又霖。董翰林，董翰林是谁呀、啊？董翰林，董翰林，金珠，董翰林，金珠，那翻译彩儿，陈小春。那个。这个啊，下次不能这样啊！托迪生，任静，黄晓明 ，Angelababy， 你们俩太快了，你俩最近刚结婚，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袁成杰，和谁？和他老婆呀。他老婆，他老婆的名字是一个热播剧，最近热播剧，他的男一号刚来过。丁，他老婆，他老婆的名字，女一号的角色。什么路？不是他，不是赵露思，不是他老婆。赵露思演的那个角色是他老婆的名字，袁成杰，陈芊芊，谁呀、啊？有谁呀、啊？刘德华。刘德华跟谁呀、啊？跟谁呀、啊？啊？贾玲。贾玲不是吗？这个不能过。啊、那谁呀、啊？张伦硕。钟丽缇。真是不认识人吗？刘诗诗，吴奇隆，哇塞，哇塞，不对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哦，哇，你这个爆的太猛了吧！二号桌开鸿运了，讽刺讽刺，刘德华、贾玲怎么就不算了？我们就差见面和领证了。来，请拿出一道菜。这个手剪蘑菇。哇，菌菇。下一个香菇给完了，我们给的即将是豆苗。好，来我们这个题目。好，来啊，请回答影视剧里的情侣。啊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你先答。开始。Jack。罗斯。罗斯。甄嬛。传。甄嬛，皇上。对了，哪个皇上？哪个皇上？随便就是谁呀、啊？杨过，小龙女儿。哎，哦，依萍，何书桓。如萍，哦，何书桓。华妃，皇上。Mr. Smith， Mrs. Smith， 安陵容，皇上。情侣还有谁呀、啊？金锁，金锁没有，他是丫鬟。金锁，你自个儿来是吧？柳青，金锁是柳青。四谁？四阿哥。四阿哥是谁呀、啊？有几阿哥呀、啊？五阿哥。小燕子。对。说哪个？你俩能不能思考一会儿？哦，好。啊，赵敏。张无忌。好了，贾玲姐。来了，快点报了！至尊宝，紫霞仙子，皇上，沈眉庄，罗密欧，朱丽叶，皇上，等一下，那个皇后，皇后，你怎么称呼都可以吗？名字要名字，皇后叫做本宫是乌拉拉拉氏遗孀，那个香妃。皇上，对，皇上这么多呢，怎么？好，紫薇，这个尔康，哎，啊，王语嫣，段誉，段正淳，王语嫣他妈，谁？王语嫣他妈，王语嫣他爸，不行，王语嫣他妈不行吗？不行，得有名字的，皇上有名字，你欺负我吧？但是旁边那个至少有名有姓吧？有啊。谁呀、啊？段正淳和王语嫣他妈。王语嫣他妈有名字。什么名字？我不能提醒呀、啊。不是，皇上没有名字。姐，咱先想咱的。银角。银角。他们有银角姓吗？大伙儿分。唐老鸭。Daisy。小叮当。小叮当。叮当猫。叮当猫是贝牙。我们大哥又快不进了，我们正好想不出来。叮当猫没有。我们没有菇了。鱼腥草给他们，哎呀。鱼腥草，我们云贵川的人爱吃的，你们吃，给我吃完。哎，他们肯定吃不了这个东西。
这是折耳根吗？对。哇，怎么面露难色呢？什么表情？因为我太期待吃折耳根了，我必须喝口畅清放松一下了，真不行了。还放松？必须要放松。好，来啊，我们因为是在火锅店，所以我们要接触有火的歌曲。哦，好。你的强项。也是你的强项。来接歌喽。开始。This girl is on fire。Alicia Keys。冬天里的一把火。你就香了，冬天里的一把火。要唱还是说歌名？唱出来，唱出来。你就是火，奇怪的造型。好好。有火就行，谐音也可以。我真的还想在火屋攀岩。可以吗？东汉末年分三国，战火连天不休。火火火火火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里面有。There'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。阿贝尔，过上了好日子，红红火火，红红火火。霍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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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是火，他俩在说霍霍。霍霍火霍都可以。啊，同音也行吗？刚刚才说因为在火锅店用的火。对啊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太多了。霍哈，霍哈。霍。火火火！天哪，静止的画面吗？那是，观众以为自己按了暂停键。火火火！哇塞，你俩在静止了？停了，静止了。行了，就直接爆了，完了吧，快点。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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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刚刚是在哼这个吗？霍霍，你们俩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都从来不思考的吗？红彤彤的春天，红火火的锅。红彤彤的春天，红火火的锅。下一个，那你有吗？有没有了吗？我把我一个嘴闭了。我拉你辣，我拉你小辣椒，这怎么？我们把我们唯一的给别人了。火，火辣辣的火。火火火火都可以。火火火火火火。那边的货呀，那是什么货？这很不熟悉。那那那那那那鲜花。Baby, you firework。水果姐，我画你的，你和你画我。火火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惨呢？不太可能啊，这咋回事啊？不用，不用祝福。肥牛，肥牛。哎，别，肥牛我没有，鸭肠我有。鸭肠行，鸭肠吧。我这桌上只有三个菜了。不是，我们俩都有点舍不得了。好，准备。怕老婆，四川人怕老婆，怕耳朵。豌豆射手，豌豆射手。太阳花，太阳花。太阳花。有太阳花。太阳花。有太阳花，太阳花。植物大战僵尸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哇。我们俩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双胞胎。承认了，承认了。我们俩，我们弹簧狗。太厉害了。贾玲，相声。诬陷我，偶像。造谣。女神。造谣。公主。美女。造谣我。冤枉，冤枉，我没有，冤情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贾玲，深渊，击鼓鸣冤，报告法庭、法院、法官、律师。我经常干嘛？我为什么这么聪明？承认了，承认了。黑幕，对，黑幕，差不多。
差不多。内幕。差不多。提醒、提示、答案、偷题。厉害，太厉害了。两个字，一二，热，好热，热，好热。空调，坐地气，太阳，太后，冷气，冬天，西蒙，你冷，冬天，知道，夏天。坐第一排，坐地，喷火，喷火。好聪明，太厉害了。交通工具，交通工具，小学鸡，我们经常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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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内饰好，内饰好，噪音小。前面三个字，前面三个字，每次要坐之前都会来一个人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旅游伴侣。火锅放进火锅里，放进火小红椒。小红椒曲线型漂亮，空间大。什么型号？型号 CX30 小红椒。哇哇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开始喽。李玟什么什么说声李玟月光女神错。李玟《月光爱人》答对。啊！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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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答。十大车祸场面，没少看啊！作为一个歌手，最爱看车祸场面。能不能好好练练歌？我有，最近都退步了。来。熟啊，这真听过，好熟，又是哪个电视剧了？我一定听过。再来一个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杨幂不是，我知道是什么歌，孙艺丹的错，不是孙艺丹，他不叫孙是吧？不姓孙，但是什么艺丹？他名字叫什么艺丹？肯定三寸玉，三寸日光，不对，三寸日光是梁静茹的，三寸天堂，对，谁的？三寸天堂，李一丹。王一丹、刘一丹、马一丹、洪一丹、张一丹、赵一丹、周一丹、金一丹、武一丹、来一丹、王一丹、刘一丹、王一丹、马一丹、赵钱、赵一丹、陈一丹、周一丹、王一丹、李一丹、我一丹。这个饭我们不吃了，好吧？赵一丹、罗一丹、张一丹、连一丹、欧阳一丹、欧阳一丹、连一丹、连一丹、1:1。连一丹，我都到欧阳一丹了。百家姓都要说完了。连一丹老师，对不起，为我们上面有可能提到的各位一丹老师们，对不起。来啊，这首啊。哎呀，那个女歌手，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。哪个女歌手？就是我们这个剧里的歌，我都听过。错爱是吗？不叫，有个错，爱错，只爱要爱，偏爱偏爱。偏爱歌手名，来偏爱杨幂、刘诗诗。不，你听你声音像他们男的，男的吗？女的。偏爱张什么金？张芸京，张芸京，张芸京。我只看《仙剑一》。加油！啊，好熟啊！哎，对对，爱的华尔兹正爽，答对。Oh no！ 说实话，真的难。就是碾压式的赢了你。上一次你们俩是在抗衡，这次你就。请回答，周深的原名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，几个人答对？四个人答对。四个人。来，我们一个个亮啊！朗朗哥，你先亮。周星星，周星星答对一个，杨迪。周浅，周浅答错啊，好好听哦。程程，周星星两个答对了，贾玲姐三个答对了，周深。周浅，我的妈呀！周浅，连周浅你们都。
俩真是够了哈。好，你俩只要一个人一对一错就能。那我先来吧。你先来。这算星吗？这个？当然，这就是星星。小朋友丢，那先确定一下红路的。周星驰。那这个说一这个肯定算星吧？这就是星星。这是谁？是吧？有人有时候简笔画的时候，我以前名字都这么写。本人就是。哎，我们那种画画的时候，来画个月亮，对，画点星星。我以前写名字都这么写的，就是，真的。不可能，这个是你的，这个只要你在发这个，你的写过的证明，有，现场给你写。我找人，我去找人写不行，现在就不叫这个。就差一个，本人应该写的。你为了跟我炒 CP， 周浅。哦，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周浅。六个人答对，谁是春游家族里的中华小曲库？这个难，这个真的难。没问题，绝对成功。周深先亮，显得我很厚脸皮。周深就是你，周深。莹姐，周深，我是杨迪，你是杨迪，也就是后面只有每个人都对。如果最后答案写的是杨迪，我想先看树一的，树一。周深认错了，对，但他改过来了。朗哥，周深，程程，杨迪加油！哇，你画的好好啊！我只需要是周深，我们就赢了，嘿嘿。哎，他俩都太自信了。我赢了，不，六个人答对，我就可以答错呀，因为我不是那个本答案本人嘛。春游家族啥都不懂，春游家族。